很简单跟大家讲这个化宏大法，很简单就讲，稍微讲一下。我们身体就是坛城，其实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，上回他有维摩诘跟光严童子讲，什么都是佛法，哪个地方都是道场。所以我们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道场。众生是道场，这个娑婆世界都是道场，小智个人都是道场，大智整个娑婆世界都是道场。身体呀，本来就是地水火风一合相，地水火风合起来一种假合的东西，但是利用这个假就可以修成真。